获胜的一方还拥有惩罚对方的权利，这一轮你想惩罚对方什么？我想看一下他们的证件照。啊，对对对对，要身份证那种。我这个人360度无死角，没有哪个照片丑过。小王爷队长的这个身份证已经在我手里了，我们看一下认不认得出来。哇啊！哎呀，帅爆了，我的妈，好可爱，太帅了吧，从小到大帅到现在。